理性思维，自我反思，全马首创的佛教时事论坛，我们约定佛山论剑。好，那种啊，对。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新的这个新的一期的这个佛山论剑啊。那么呢，今天是中秋，我刚刚吃了一个那个童年的时候吃的那个，对，我没有办法秀给你们，因为马上给我吞掉了。OK， 那么也先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中秋这个晚上能够有一个就是开心的一天。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东西呢，在一些特定的佛教圈子里面他们当有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啊。他们那开心程度呢，就好像觉得就是终于我们有一些证据证明了，就是我们学的东西，我们拜的东西是真的啊，是有料的不是骗人的啊，是真实不虚的，就会有这种现象。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一些灵异现象，甚至灵异照片的现象。那么我先要把呢我的这个电脑呢稍微转一转，不然你们一直可能会误会我的头顶在放光啊，所以我要把它转的稍微开一点啊，这样子就看起来就没有这么怪力乱神了啊。等一下 ，OK， 好。哎，不行，等一下。怎么还是一直跟着你啊？没办法可能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灵异现象的。Destiny， 这是你的命运，你的命运。OK， 那么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课题呢，是因为近期就有一些网络上在马来西亚就有盛传一些所谓的灵异照片啊，就是那么我们还没讲这个灵异照片之前呢。可能我们要给呢，就是已经来到就是我们这个直播室的这些朋友呢，就是可以的话，就是帮忙我们分享我们的这个视频啊，点赞分享啊，因为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叫做演算法比较麻烦了，就是你们要点了赞分享了，那么就可以帮忙我们就推给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对他们有帮助的这个讯息啊。那么我们现在可能请子阳。就是我们控制室的这个这位朋友呢，就帮我们就是可能放一些照片，也是一些灵异照片，但是呢不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那一个，不过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就是请子阳就是把那个照片就是分享上来给我们看一看了可能我们先等一下。首先我们看到这一个呢估计好像是应该是那个什么宋七力，宋七力的分身照片，宋七力的那个分身照片，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个照片上又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有一点点像前几个月他们拍那个天文台，就是 NASA 拍的那个黑洞的照片就是那个光环就是这一种的然后又有一个好像是金色的云，然后又有一些光，然后又有几粒那些什么青色红色黄色的那个就是摆到好像一个星座的一个形象在那边的，所以这一个就是其中一些那个分身的照片。那么还有其他的，就是可能子阳你给我们看一看。对，这个就你肯定服了。所以呢就有就是那头顶有光圈有光圈，然后呢又很多个分身还有这个左边那个是有上有下颠倒，是不是？对，有上有下照片的注意是讲这个不上不下是命中道，现在可以讲讲、okay. 我是觉得离谱。对，然后我们还有下一个的就是那个，对，这个是卢森。你看他的那个手指呢，就是那边就发光，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在那个什么叫做他的那个金刚铃那边呢，有一道那个黄色的光这样子弄出来。当然我和哲中兄当年也是就是在真佛宗里面那么这种照片确实也见怪不怪
但是当申出卢生印还出过书，出过了两本，我没有记，起码两本书呢，就是没有那书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这些灵异照片。OK， 就是灵异照片啊。那么这个灵异照片呢，也什么，就是其实有不少的地方是那个叫做摄影出了一些小小的差错。嗯，我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啊？这种记得吗？我现在忘了。什么？对，专门讲我看过。对对，全部是照片的。对，我可以搜寻一下。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嘉宾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这一个。刚才我讲话呢，我听到我的那个声音一直就是很大声的，不知道在谁的电脑了还是怎么样，那边放的很大声啊。是不是OK， 好啊，所以那么今天其实要谈这个叫做这些灵异照片的这些这个在佛教界里面灵异照片的现象啊，可能在一些灵修界或者一些灵修界里面可能也有这种东西的出现，可能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一个。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一个课题呢？是因为最近在马来西亚呢，就有一个庙啊，就放了一系列的灵异照片出来啊。那么这一系列照片可能我们就还有一个短短的一个影片，那么我们也请子阳呢，就是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因为很他那个是大概五分钟，我不用看完五分钟啊，因为他里面的课是很简单的啊，他只是就秀一下给大家看而已，所以我们请子阳呢把那个视频放上来，就是给大家看一看。好，我们稍等一下。有了吗？有了吗？我已经 share 了啊，有了，听到声音吗？啊，听不到。有听到声音吗？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师傅呢，就在那边拍照啊，一直不断的拍照。应该是做了一场法会之后吧，对不对？啊，嗯。连拍啊。嗯。太大字了。太大字了哦。拍不到。哇，你多假耶！拍不到啊，他的提示一下各位，拍不到太大字了，所以要往后退。OK， 现在开始分享了。浪费咗，系你唔知吞吐啊？你唔知吞吐，你唔到，我有好多张都冇。这个就是他在网络上放上来说拍到那个观音。OK。然后再给他的信徒呢，就对着他的那个手机来拍照。啊，你叫你的观音这样的样子。好。
好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了、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可能我们可以停一停这个 okay, 这个视频可以停一停，然后我们就回到我们这个回到我们佛山论剑啊。哎，我们好像还听到那个哦，现在听不到了 OK 好，所以大家呢刚才已经看到就是这个那些灵异照片啊，那个什么那位师傅在拍那个东西，我们好像还听到那个师傅的那个影片，对不对？因为我一直听到，我是听到，我已经锁了。嗯。子阳可以把它关掉吗？可以用这个来听到。哎，子阳，帮忙我们关掉那个视频，就是关掉那个师傅的那个影片了，因为他一直还在那边讲话。哎，子阳说这里没有了，为什么还会听到？灵异事情。这是谁播放的？是我播了。哦，你播了？啊，我这里没有进去的，我已经上了。我整个讯都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但是还是听到，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吗？我上一次听到，等一下，我是没有讯了的。等一下，我再看看。嗯。哎，怎么一回事呢？对啊，你们还听到？你们还听到对不对？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没有听到。我没有。OK OK。OK 啊，现在好像没有了，现在好像没有了。OK， 好啊、那么这个就是刚才大家所看到的啊，就是关于这个什么灵异照片的这些东西。那么呢，就我想我问一问你们，就是我们先不要讲那个宋气力或者是那个卢胜业的，那个可能我们等十一点才讲，因为这一个是比较旧的啊。我们讲一些就是新的，就是刚刚这一次的这个什么，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位师傅的我想问一问你们就是之前有没有留意到这个视频呢？就是你们在网络上就是我是留意到了，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来评论这个人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就是 share up 你有留意到吗？就是少平有没有？我没有。有留意到，对，有留意到。OK， 那么少平有没有留意到刚才那个什么拍到观音的那个？他其实在开始的时候那边，如果拍照一般上哦，拍照就直接就按那个拍照就好了。他所以他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拍子，你拍不懂是不是按了？因为如果你进去那个 app Snapseed 的话呢，停住了。就我讲，对，他前面开头那边他已经觉得 ，OK， 各位听做一个挑战吧。那些对这个方面比较熟悉的人，就是哪一个 app 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的，去找一找。哦，还有那个照片来源，如果找到那个照片来源的话，也是可以证明的，对吧？对，那个我看的时候，当然就是我本身首先是那一天就是有看到。就是有人一直分享，很多人分，我看到几个人分享了，那么就我就点进去看一看，那么当然看到那个刚才他所指的那个观音的照片呢，他还在其他的地方也拍到，就是其实差不多一样的，就那个观音的那个姿态也差不多一样，那个所戴的那个假的眼睫毛也是一样的，就是几张照片的那个观音所戴的那个眼睫毛呢，可能也是同一个牌子的啊。所以呢，当时我是有取下，我是有在那个师傅的那个网页那边有留言，就是说，哎，这个观音是戴假眼睫毛的啊，我是有这么留言。那么呢，就在过了一段时间过后呢，就哎，我就听到就是说有人分享说，哎，他已经把那个粉丝页已经关了。那么当然关了，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那个观音嘛，就是我所讲的，就是这一个观音的那个照片，那么就很多人批判，可能是我猜是那个批判的声音太大，可能很多人讲他是，我不知道，我猜应该有讲一些，可能是标签他可能是骗子啊，
啊，可能是就是那些什么老千啊还是怎么样啊。我听到很多回音，我不知道什么事。我也是听到很多回音，志玲。对，听到很多回音啊。嗯 ，OK， 好，那么所以呢，就过了不久呢，就他的网页关闭了。不过就有另外一个网站，就是常常呢，就是做那个替报啊、那个什么那些金融诈骗案的一个网站呢，就把那个照片也分享，他已经全部下载，然后也帮他分享，就是叫那些人呢去留意这个人，要小心这一个人。那么我也看到有人讲呢，就是说他是用了其中一些他以前拍过的照片是有用 apps 的，那个叫做face split 还是怎么样，这个我看看啊，等一下 face split， 我好像叫 face split， 等一下我看看啊，对对，等一下我看看啊，就是那个不是 face split， photo split， 叫做 photo split 啊。那么他就是拍那些有他的那张照片呢啊，可能我分享给大家看啊，由我来分享，我看看。嗯，等一下。一直杂音啊。嗯。哎。好，就是这一个照片。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里呢有写 Photo Split， 是一个 Apps 的那个名字了。所以这边就有人分享，他说：“哎，他是有用 Apps 的符号 ，Apps 的符号没有把它 P 走啊，他没有把它 P 走。”然后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也是这位师傅呢，他放了那照片。那么这一个他 P 进去的这一个，应该是那些藏传的那些愤怒尊。嗯，那个就是一张照片，他弄了下来，然后就贴了上去啊，就有这样东西啊，就有这一种的。那么所以他可能用 apps， 我相信这可能有，现在已经很方便了，所以就变成有些人就是这样批，包括去年卢台长啊，卢台长就是过来的就是过来新加坡的时候呢。他的徒弟有一些徒弟呢也分享了一张照片，然后也给我下载了啊，我也偷偷下载了，所以我也给你们看一看，等一下，这样，嗯啊，那这照片呢就是在等一等，稍等一下，哎。等一下，好像不见了。最近很多灵异事件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在这里，在这里，等一下，等一下。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刚才看错了啊。OK， 给我们几秒钟，我就会分享给你们，给大家看。那么这一个呢，我是对比着啊，那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刚刚这一次这个师傅呢的那个观音啊。然后呢，这一个就是卢排长到新加坡的时候呢，有那些信徒弄上来，就是说他们觉得呢，就是说是那个叫做什么啊，那些天龙八部来护持。那么其实这一个是 P 的很烂啊，这个卢排长的这个 P 的真的很烂，就是他可能是用一些很粗的那种手工画的，然后就 P 了上去在云层，啊，就这样。我觉得这个不要怪卢台长，是卢台长的信徒逼的啦。对对，应该是他的那个信徒。OK， 而且我可能也为他们讲一些好话，就是他们批的这个可能叫做概念图。嗯，就是他们真的有看到天龙八部，不过我们凡夫俗子看不到，所以他画上去给我们看。OK， 这个叫概念图啊。OK， 有可能是这样啊。OK， 好，所以呢，就好，所以我想问大家，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些照片就是你们对于这一个现象，就是这种呢，就是宗教团体要 P 图的，等一下我们讲一些没有 P 的啊，没有 P 那个图，新加坡你分享的时候，我们可能再谈一谈。但是这 P 很明显就是 P 的 ，P 了上去的。那么可能大家讲一讲，就是你对整个这个现象你们有什么看法？就是
哲中，你有什么看法对于这种卢台长 P 图，这位师傅要 P 图啊，这个好像是啊哈。我第一个看法是，做这种神奇的照片跟影片一定要专业一点的，因为你要肯定你要像那个所谓的神啊佛啊金刚护法的，如果你要 P 的话，你要 make sure 你要把那个物质用一个 app 把它调成变成一个光波，再用光波呢的颜色调成跟那个照片一样，那人家就可能可信度比较高。那要不然呢，很明显的那个图像它存在的有一个光的，就是光投射在物质上的作用，然后你投射在虚空之中，很明显是一个物质的像投在一个照片的空间里面，除非你是对光色光影不敏感，否则很难过关的。我只能说这样都能过关，就代表好多人其实第一对电影没有要求，对影片没有要求，没有普遍的一般的审美观，甚至是你对于这种怎么讲，你这样都现在的知识可以去分析戳破的，你都没有去做，你光白白相信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糟糕的状况来的。因为我个人这样子，好像阿光刚才讲的，我以前当然也在这个一个政府中那边待过一段时间，的确那个中派是很喜欢表演放光照片的。那个年代不只是政府中，跟政府中一起都这个分享放光照片，还有一关道，那不止一关道，那后来还有一些气公司，八十年代尾端，中国大陆兴起那个人体科学的时候，不出了很多气公司，他们也很喜欢一发功就来很多光，所以那个时候看光的照片是一种乐趣来的。那我本身喜欢摄影，我们当然那时候就想办法，坦白讲这个是违心的，就是。就想办法怎么能拍得出来呢？比如说为什么一些光是粉红色粉红边，然后中间是发就白色光，然后旁边有一些或者黄色或者粉红色，或者有些一条条状式的光波是有带一点青色的，又或者是有些粒粒的那种黄色光，那其实都可以通过，你可以通过这个谨慎的调控放一些花朵或者金子在前面，或者是在拍之前用一些金子在你以前我们的那个 camera 的后面放一些闪光，让那个我们拍的对照的那个墙壁里面有些闪光作用，随时都拍到这种照片的。嗯，所以有一些照片呢，所谓反光照片呢，基本上它不是叫放光照片，它是手抖了之后整个人影就乱动了。嗯，那结果那个时候我的那个老板呢，就我叫我那时候中主叫老板哦，我那个老板就讲那个是一种那个一个很明显是一个 theater， 就是一个剧场里面很多人影，然后整个抖动的这种照片，如果是一般的摄影来讲是 fail 的嘛，拍这种照片可以被人骂了嘛，他就把它神奇的转变，他讲这个叫大维事变，哇，讲这个你就是。瑜伽行里面谈的维氏，他把它变成大维氏变图像化，哇，这个是很灰色灰影，很过瘾。我 OK 经历过了，也分享过，看过很多，我也看过一些人的相机是一直拍到这种状况的。嗯，我们后来当然也试过企图拍，都拍了不少的。那企图拍，我刚才我讲的其实是经过设计的，你只要放一些，只要放一些物品在前在后。一般相机都拍得到的，不用讲以前的像这种傻瓜相机，或者是以前的那种单反都拍到，不像现在，然后现在应该更容易。嗯，我只是说，如果大家没有办法从你信仰的宗教里面，从他的教义和你自己的修行获得内心平静，而不断需要靠一些图片或者影片。明明是制造出来的，你还要去卑鄙相信来维持你所谓的信心，我觉得那是可悲的。它其实不构成一个，它其实甚至不是个信仰。它像什么呢？它像集权国家，那些领导人为了蒙骗百姓，相信他的这个
那个掌控是有效的，他就常常举了很多设了很多标语，放了很多海报，那海报都是领导人的，一定是领导人一定是仰望的，手指是指远方的，那下面的人呢全部很仰慕看住他的啊，所以呢多看这种图片，哪怕你肚子很饿啊，这个吃都吃不饱，经济很多危机，你都觉得精神富足的哦。我不讲什么国家了，你们早就早就知道了，因为这个也不是秘密的，三十多四十年，就是上个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有经用了大概是四十多年实验的一种政治主义，结果里面几乎所有实验这个主义的国家的人都遭遇这样的状况，就是你实际的生活一团糟，你基本权益跟这个尊严不见了，然后呢你还要不断的说我这个政权非常好，这个理念非常美丽啊，我们呢心中富有啊，内外都富有，外面呢是很糟糕很堕落的。其实这个是共同的，是无论是专制政治或者是一个封闭信仰里面一定出来的问题的，就是他把我们的那个仅有的质疑精神都磨掉，然后要你呢通过认同这种假的东西去寻求你的存在感和被认同感。你是通过极端设计的一个自欺欺人状况进行一个内在的循环，认知的循环。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如果这种照片你让人家看了之后，那个老师有机会把这个人从爱上这片光假的光影慢慢转移到对人的这个对人的个性的一些缺点的修整，或者对一些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有本事从 step by step 引出来，我觉得没有问题，哪怕P的差一点，我虽然我审美观顶不顺，我接受不到，但我觉得这个工具不是大问题。但问题就是你永远只靠这种东西骗人。而我在生活中的年代，我甚至还生活中之前的年代都已经玩这游戏，二三十年过后还是这么玩。而且呢坦白想，二十多年过后技术日新月异，竟然拍了这样差作品出来，怎么可以过得自己那一关呢？那坦白讲，我刚才我们播的东西，很多人佛教徒可能认为你们播的全部都是附佛外道。我坦白讲，门内的正道，所谓正统佛教里面很多老师其实对于这种照片的反应、渴望、认同，对这种灵异事件的那种敬畏，要讲不讲心理，跟外道、附佛外道没有分别，只是有很多老师不止没有分别，他还在里面表演这种奇怪的自欺欺人状况。但他最后他讲什么呢？因为我是真道的，所以我讲的真的。同样东西，因为他是邪的，所以他讲的是错的。这种双重标准，很多宗教徒、很多佛教徒还看不清楚。所以我们一直回来，我们讲，我们今天播的可能就是只有在附佛外道。为什么呢？因为门内真道他们收拾得很干净啊。我知道你们手上有些可能有的，因为当时候真的，我在的那个政府中鼓吹这种想法，我转过头去到一个后来很多人认为是正派的、正当的这个宣化上人，他讲的东西一样的，只不过会攻击另一家是魔罢了。所以当你用你正派身份去讲出那些附佛外道那些邪门东西如此不堪的时候，可是自己人本身做的东西基本一同一个款同一个根源同一个思维，所以那个时代你以为叫我们去批判附佛外道这个那个怎么可以做到？这基本上就是像笑傲江湖里面的左冷禅啊，讲其他邪派很邪门，你觉得有说服力吗？就是我的看法了，是不是讲多了还是那么少平和 BI 就是看了刚才那一系列的照片，还有就是那位师父的那个作为啊，你们本身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我个人是觉得是说这种情况多数是出现在那种不是很正统的那个宗教的那个宣导真理的一些派系或者是一个什么道坛，这种的很多时候吸引到那种信徒呢，他们要看到我的师父是比较厉害的，
比较特别的。那往往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就需要靠这样的一种东西来巩固他那个自己本有的那个地位。那其他的，你没有办法去用说 OK 我的修为有多高，我的层次有多高，这种是表达不出来的嘛。所以他就必须用这种有画面感的东西来告诉大家，哎，你看我真的是有料到的，我只是与众不同的。他是用这种来强化自己的那个个人形象。这是我所看到的。因为好像刚才哲总所讲的，如果你说 OK 用那种东西来调到比较符合当下那个画面的时候，哎，这个可能一般的信众不大相信的哦。这个故事就好像说曾经那种新加坡的孩子哦，我之前有听过一个这样的东西，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他父母就说去到回到家乡的时候啊 ，This is chicken。他看到那个草地去走进，他说 No, this is not chicken。他说这个就是真的鸡啊。他说没有鸡是没有毛在 market 里面的。他相信的那个情况其实就类似是这样子。我平时习惯看到的那个佛像啊，那个观音像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必须要披着啊，他这样的情况他就相信那个是真的。那如果你说劈成是一个有光，他说这个不是真的神，他会是落入这样的一个形象上找自己的那个之前的印象，他会是这样。对对，就是假如你劈到有点含糊，有点光，有点什么，然后呢，可能就变成就是好像有些人他看不明白那些抽象画。就好像不是有拍了一些什么那个什么做什么节目，什么师傅教那些拍那些照片啊什么，你看他看到的那个照片有那些东西的都是模糊的，而且是摇晃的，然后你自己去投射了说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的投射，你看得到是你的缘分，你看不到那是你的问题。所以这种东西是我觉得是很明了的一个东西啊。对啊对啊啊，那么 BI 呢 ？BI， 你对刚才呢看到那个师傅啊，刚才你看他系列的那些所谓的灵异照片啊，你觉得就是你用一个非佛教徒的身份来就是评论一下，就是你觉得这些人啊，到底他们在想这些什么东西？这样子就好像我拿一个耶稣的照片贴上去另外一个后来拍的照片，这样我觉得会去相信的也是。就是啊，没有，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然后现在其实每个人基本上都会有手机，然后基本上每个人也会玩 app， 所以很多人都会已经会用这种 P 图的，所以你还可以骗多少人呢？再用这个方法下去，如果好几年前来讲，可能真的是会有很好的效果。可是我当下一看到又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下感觉就是啊，做多一点好让自己的那个揭露咯。这样的感觉咯。不过当然我们可以就是想象，就是说假如是一个普通人拿这个照相机来拍，然后就跟他的朋友说我拍到观音，可能会被就是同样的照片啊，可能会被朋友骂，但是因为他戴了那个奇奇怪怪的冠，穿了奇奇怪怪的衣服，然后也安了一个奇奇怪怪的名字，然后他一讲的时候就变成那个信徒，就是可能半推半就之下，可能就是一点点臣服于你的权威，一点点又希望这个是真的，然后就治然后就开始吵了。那么曾威你对刚才呢那些我们所展示给群众看呢你自己本身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四个字可以包括这个东西，就是灵异照片，照片的片不是那个照片的片，是那个骗子的骗了。OK， 不管是放光照片还是离照，都是骗人家的。然后我记得我妈没有开始这个节目之前，就有个佛友，就有一个朋友就在脸书上说，我们今天中秋节嘛，我们用那个用那个照相机拍那个月亮，看看会不会有嫦娥在那边飞来飞去。那个是最大的灵异照片了。刚才子龙讲这个，你说的是一个集权国家有这样的所谓的。蛊惑人心要骗取他的子民，我觉得现在民主国家也有一个人，我们把他叫做靠，就是川普。你还大家还不记不记得川普有一次那个飓风的路线图啊，没有到达阿拉巴马州，是不是？他就讲说你到达阿拉巴马州，结果他要为了要自圆其说啊，就把那个阿拉巴马州那个还用那个 marker band 画一个圈。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骗子，他只是不用P图，他就可以蛊惑他的信徒去相信他的话，所以川普是不折不扣的一个 cult。
他甚至不用 P 图，他就可以引惑引诱他的信徒去讲他的去听他的话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注意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东西我分析一下，是东方跟西方的差别。当我们说灵异现象啊、灵体啊、灵感啊，还是什么灵性的时候，那个西方用的就是 spirit 了。不过东方亚洲人呢、啊，特别是华人，当然当我们讲到有用到灵这个字眼的时候，灵异啊、灵感啊、灵力啊、灵性啊，都是用在这种奇离怪力乱神的身上了。比如说灵性，那个卢台长讲是你的有灵性附身了、啊，就是有一个灵体附身。可是灵性真正之意是 spirit 或者 spiritual 嘛，是讲灵修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华人会上这种当，就是我们对这种老外就会问你啊，你这个照片我看了会怎样？好像你们刚才所讲了，会不会把我提升到一个更加自由、更加解脱的境界？如果没有的话，我不会追求这种东西的。可是华人或者是亚洲人的话，会追求这种怪力乱神啊、见光见影啊、看到菩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华人特别是被这种，不管是佛教徒还是什么，我觉得华人特别是喜欢容易被这种东西给诱惑，而且我觉得这个是诱惑的层次是那种程度是越来越差。以前我们说神异啊，或者是奇异的现象是啊，比如说赛巴巴的照片有吐那个蜜糖啊，是不是？还有耶稣的圣像有出那个有流那个蜜糖出来啊，或者流眼泪啊、流血啊，这个还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灵异现象。可是现在灵异现象是拍照片的，不断的用那个 app 来拍照片就可以让你相信了。我觉得这方面是信徒的层次是越来越糟糕。我这边。特别刚你讲到那个塞巴巴吐蜜糖的哦，这个我真的是亲眼见证的，是是是。那时候我就在金马伦拍戏，然后就是有一个他的塞巴巴的那个信徒就邀了我跟我一个同事去他家吃饭。OK， 那去他家吃饭的时候呢，然后就他太太他太太就是还有他先生，我们就聊了很多，他就引进我们去他的那个房间里面那个审案。然后塞巴巴那边，他那时候就什么都没有的，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兴趣，就是透过阿光知道 Gayatri Mantra， 然后就是我们赞颂了那 Gayatri Mantra 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念诵了九次，然后就静坐。可是那个照片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就是只有我跟我同事还有他先生还有他太太四个人，就我们就在那边念诵了那个 Gayatri Mantra 九次，然后我们就静坐15分钟。我们一开眼睛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十五分钟。里面他偷偷做了一些什么？去买蜜糖，等一下我们去买蜜糖。开眼睛的时候、哦、那个照片真的有粉末跟蜜糖。对对对，他是他看的时候那个，哎呦，什么？他说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他很是是是是是，那个是真的，我亲身经历的。我在一个朋友的家，他虽然是信佛拜佛，可是、啊、他有塞巴巴的图片，真的是有蜜糖从他的脚那边流露出来。然后我跟其实跟。BI 跟Jordan 有分享过，就是我的楼应该是楼下，我住9楼嘛，楼下是7楼嘛，公寓那边有一个基督教徒，他的耶稣象征是会流眼泪、流血跟流蜜糖出来的，可是你们没有机会来看嘛，对不对？哇，那个现象倒是很吓人，也是值得去探讨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过至少他的 level 没有那个 P 图那么的。差了，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这个。你说来惊动到外国的那个教宗，他们对对对对，有来的，还是真的蜜糖，然后血，你可以检验那个血是谁的血型啊，这种东西是可以用科学来化验结果来找出它的根源的。当然，我那个大家没有办法来看，因为那个家被烧了，七楼那个家被烧了，他们回来住之后就没有那个奇异的现象出现了。对了，其实就是我对于通常就是这一些所谓的这些比较物质化的那个奇迹呢，这个是我通常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东西有没有拿去检验一下？因为你只要一检验，就是说那个是不是蜜糖？那么为什么就是这个图片流出来的蜜糖呢，会是某一种蜂蜜？那么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很。要去探讨了，就是对对对，或者这种蜂蜜呢，只有某一个地方会出产的，还是呢，就是它能够凭空生出一种蜂蜜，是我们全世界都没有的，那么这个可能就会引起科学家的注意了。假如是我觉得这种讲究，我们就必须要用科学化的方法来研究这个现象，
不能单纯是从宗教角度讲啊，这个就是我们代表邪灵。我记得以前我们说那个佛陀的舍利子还是高僧大德舍利子，会分化里面会越来越多，对不对？有人就我记得冯峰有讲有提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是佛陀的舍利子的话，为什么不能用去 DNA 化验？知道佛陀的基因是什么？这个是引起可能，可是到现在我觉得宗教界还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那个勇气，或者说是那种勇气吧，我要去面对这种科学界的质疑跟探讨的方式，我觉得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啊。嗯，对对，其实就是在几个月前，应该超过几个月前，就是有因为我本身有写一些文章，就是会对佛教进行一些反思还有批判的。那么就有一个马来西亚北部就是有一个网友呢，就跟我讲。他说他的那个师父是什么神通很厉害，然后我就问他，因为他的那个师父就是藏传的，但是是华人啊，是一个本地的华人，但是他有藏传的一些所谓的贤头，然后他有传法，然后呢就然后他就说他的师父说对他的信心很重要啊之类的，然后这个师父呢还展示过神通，所以我就问他你所指的神通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能够隔空取物啊，一些精炼出来的，然后精炼出来的。所以其实我一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其实就问他，那么那个精炼你有没有拿去验？嗯，没有拿去验。然后他说没有，不能够怀疑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我知道藏传修行的那种，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圈子已经很久了。我说假如你的师父能够隔空取出精炼的话呢？这个东西你在藏传的话你就是大成就者了，假如你能够这种就是在什么那个手按在墙那个石壁上，那个石壁会留下你的手印啊，好像那个少林什么大力金刚指啊，能够一按下你的手印就能够就是凭空 一摸然后有一个精炼摸出来呢， OK， 那么这个东西假如是用我们用宗教迷惑好不好，这个呢在藏传里面呢你我他们有个词就称你就是那个大成就者啊。OK， 好，那么我们假如你不要用那个大成这种迷信的那个角度呢，为什么你们没有拿去验呢？那个精炼现在是不是还放在那一边？那么其实很简单，就拿去验是不是金，是什么，其实就已经很好。为什么是这个 design 的？但是我会发现很多信徒呢，是这一些后续的问题，他们是完全没有思考过的，就是看到有人弄了一个东西出来了就然后就哇终于看到神迹了，但是之后的后续他完全没有去好像就是好像一个问题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就是问题儿童啊，他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拿那个金链出来然后那个金链又不见了呢？就很多时候我们注意到这些灵异故事哦，就是他讲到他好像电影一样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就完结了，看了，对，就那边就完结，就是很方便的，一完结了没有后续，你也不能你也死无对证，不能够再解释下去啊。所以我建议就是佛教徒呢，我们不是否定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种神迹啊，我的意思说有的时候啊，拜托你就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一个佛教徒，把那个真相拿出来。我觉得不要啊，是。我觉得即便是我们说表现这种神通的特异功能最最最明显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塞巴巴了，除了他照片会出蜜糖流甘露之外，他自己本身也会所谓的他一抓一下隔空取物啊，那些粉末比布地就会出来，然后就是有时候会一条项链啦、啊、一条什么都会出来。那有人就开一个笑话，就说如果他能够隔空取物，可是为什么他还是要坐飞机去外地买冰厨啊，买那个电器回来，他不能够隔空取或者隔空取物吗？或者他隔空取物只是小小的东西可以取，不了大了他就不能够取。所以即便是真的有这样的东西，他是有个限制的。然后塞巴巴的所谓的神通到后来变成后来有人有些魔术师被人踢爆了，对，被人踢爆，有被踢爆了啊，就是他是好像魔术手法，对对对，魔术手法，对对，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边呢，我也就是讲到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啊，就是
也是这些所谓的灵异照片的。不过还没有看到灵异照片之前呢，我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因为有人有提一提，有个朋友呢有提一提我呢，就是关于刚才那个观音的那个照片呢的那个耳环，那么这么巧跟一个女明星扮的观音的耳环是一样的。嗯，不是赵雅芝吧？不是，我给大家看了，等一下。OK， 没有诚意的，我找到这个人是谁吗？对，很搞笑。对，有一个人，所以网名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耳环呢，就是有一个圈，这边有一个小的圈，然后有一个类似像十字，不是十字架，不过类似十字架的那个东西。所以当时呢，这位师傅放这个照片的时候呢，就已经很多人写了，哎，为什么观音的耳环是一个十字架的？嗯，一直有问这个问题。然后呢，既然呢有网民去肉搜宗教交流嘛，对，肉搜到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耳环出来，这个就是等一下我看一看啊，哎，按错了，我要再等一下，就是，好，稍等一下就出来了 ，OK， 就是这一个陈冲所扮的那个观音，他的那个耳环呢，就是你，所以你那个照片有点小，你就可以看到有个小小的圈，然后就是一个十字架了啊。所以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陈冲的这张照片呢，他们再去 P， 再去修图或者美颜，就是陈冲的年纪有点大了，所以他把它弄得再年轻一点，眼睫毛再弄长一点。但是其他的我看了，就是他颈项上所挂的东西，还有头上的那个饰。基本上跟刚才的照片是一样，包括那个耳环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东西有它的那个嫌疑的那个成分啊。那么也给大家看一看呢，就是一些正统佛教里面也会分享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所谓的那个灵异照片，其中一个就是那些常常做那些叫做火供的时候呢，他们又说会派到一些叫做什么那些什么球光球啊，光球是吧？那些光球是会给大家看的，那个火一粒粒一粒粒的那一种啊。对对对啊，你们稍等几秒就看到了，来，就是这一个啊，嗯，这一种的，就是这一种的。哎，这个很容易拍的吗？这个很容易拍，非常容易拍，很多人不明白，很多人完全不明白这一个啊。这个照片哦，你只要含一口水，像黑的地方，你喷上去，你一拍就拍到了。对，而且不只是水啊，你在户外，然后呢，你用对然后就是那个，那就是你在户外呢，其实很多这些是空气中里面的那些粒子，还有那些灰尘，那么。那个我们的那个拍照的那个镜头呢现在的那个制作是因为那个闪光灯是很接近那个镜头的，所以一闪的时候就是附近假如有什么微粒子呢，就会反射，那些光线会折射回来去拍这种东西。我还去、搞不好现在会拍到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那个形状出来差不多就是差不多新冠肺炎的那个病毒的形状啊。OK， 我还记得，就是我去印度朝圣的时候呢，当时那个朝圣团有19个人啊。那么我和我的当时那位前女友，我们一起去了。那么就现场的几乎每一个人，因为他都拍到这个照片，然后他们都说哇，这个佛陀的这个成道的这个地方实在太灵感了。是拍到这种东西，然后又说他们在那边打坐的时候又感受到什么灵气充满他的身体啊之类就是把灰尘当坛城啊。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讲一直拍，然后他说他们一直不断的拍到，因为我是不否认这个世界是有这种灵异的现象，但是你一次拍照都拍到的时候呢，我认为应该有更简单的解释，这个不是灵异现象，这个是现象。所以后来呢，他们一拍的时候呢，我看了几张他们的照片，然后呢，我就跟我的当时我的前女友，她站在那个墙，那个叫墙边的，就是她不确定要信还是不要信，我是属于怀疑性比较大的那一个。那么呢，她开始好像要相信了，那么我就跟她讲啊，你稍等一下，现在我拍给你看，我现在拍一张照片是有这个。
这种坛城的，然后我再拍另外一张是没有坛城的啊，这两张照片我都会拍你，然后我现在示范给你看。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象而已啊，我还没有验证，不过我有信心可以拍到，所以其实很简单，我第一张照片就拍到他的身边有这些灵光，第二张一拍就没有了。那么那个分别在哪里呢？因为第一张有闪光，第二张没有。嗯，就是这么简单而已。OK， 好，所以那他整个人就哦原来哦没有事了。OK，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整个团的人都很兴奋，兴奋到呢我都不好意思去戳破他们那个泡泡啊。有一个西藏的喇嘛，他也很相信这个东西，所以我也不想跟他解释那些啊，这样就算了啊。那么人家他需要这种信仰就给他们去相信。OK， 那么一张照片要给大家看的，就是我刚刚就是有找到，这个是也是正信佛教团体啊，是藏传的。就是我看可能学 rap 也会记得这个照片啊。哦。等一下，啊，有看到吗？啊，对，看到吗？对，就是这一个哦，嗯，大宝黄，就是可能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呢，就是在我看在20多年前的时候呢，我只看到实体的照片，那些信就拿着当作好像神一啊一个宝贝一样，不随便给人看啊，然后他们就是说这个怕给那些什么没有信心的人看了会怎么样啊之类的。对，他就解说呢，这个是第16世大宝法王，不是这一世，上一世的大宝法王，他显现所谓的红光身啊、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照片啊。那么当时我看之后呢，他们就讲啊，没有啊，你看那个他的那个法座，那个图没有蒙，那他身体蒙，嗯，这个就表示是他的那个手机没有抖。啊，不是那个照片，那个照相机没有抖，当年是没有这个手机的，就是那个照相机没有抖，所以这个就是他身体显现的那个叫做所谓的红光身。但是当时我的心想，没有手机没有抖，那个人可以抖啊。嗯，就是那个被拍照的人，他的身体只要稍微动一动，那么你的那个快门只要调得很快的话，那么他的那个微微的动就已经开始蒙了，蒙的时候就到那个、好像透过了他的身体看到。后面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法座还是怎么样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那些信徒真的是当作讲了，就是好像卖关子，然后就然后才这样子给你看看的时候又放在头上，还是不过你放在头上这个我可以理解啊，那是你的师父也放在头上啊，但是把这个当成是一个所谓的那个灵异照片就是显现。那么其实这个你问任何一个会摄影的人都告诉你这个照片是怎么拍的，嗯，是一点一点都不特别的，但是这个照片一样的到了今天还是很多这些特别是我看是卡玛卡九的那些信徒还是把这个当成是就是什么圣物来崇拜。 对、我没有否认就是那个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呢他有一些修行上的成就，但是呢我会否认这个是所谓的红光身照片，这个只是很简单的那个他要拍的时候他身体调好给你拍稍微动一下，然后你拍的时候就拍成这样而已啊。所以我再加上一些注脚，我不管这一次的那上一次大宝房是谁某某人不去做什么，我比较关心你这一次这一次的修行，这一次的增量根，这一次为我们的佛教界我们的所谓的众生做了些什么。对，甚至我也不也不只是那个所谓他的那个前世，就算这一次他拍到这个照片出来同样的你还是要问的，就是是、这个照片真的代表了就是就是我们拿这个照片每天拜的话我们就会解脱会成佛吗？还是就是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还要研究经典来干嘛？就拿这个照片来拜就好了。我希望就是密宗的那些信徒们呢就是好好反思一下这个问题圣物那些所谓的圣物真的那个加持力能够去到这样吗？还是其实我给了这个圣物太多的这种期待所以这个
这个我觉得大家是值得反思的。所以而且所以我们先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要谈我们正信佛教里面，因为刚才哲中兄也提了，你们这些全部是附佛外道的，不，现在我们看到正信佛教圈子里面也依然很多这种东西刚才整威你有一些东西要讲。我记得 Ken 会不会应该讲过，他说圣物崇拜啊，对一些比如讲舍利子啊佛牙啊或者是这些照片的崇拜，是信仰的层次里面最低的那最低的层次之一的。所以如果你的信仰还是停留在这个对圣物比如讲项链啊这个灵异照片啊还是舍利子啊佛牙啊这些东西还是停留在那个层次的话，不管你信的那个宗教本身有多超越，你自己本身的信仰层次还是很低很低的。所以你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要提升你的信仰层次，你的智慧跟你的我觉得是 common sense 啊，普通的常识，包括对科学的常识的应用，而不是要停留在这样 low 的一个 level 的这个信仰的层次。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宗教徒不管是不是佛教都必须要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你要停留在这样的 level 吗？还是要不断的往前提升，往上提升？对。对对对对对，那么哲中呢？哲中对刚才我们看到这些正信佛教圈里面的这些这么经典的照片啊，你自己本身有什么看法？除了刚才你们拍的那种那个法师那个丧尸那个法师突然间变成透明，应该还有些照片是拍天空云，对不对？对，我在一个禅宗的法会。听到信众跟法师频频在讨论，刚才我们在洒经，我们在不洒经，不懂是进行什么仪式的时候，天空的云呢呈现龙的状啊，多少条龙啊，然后呢，那个，就云层上面呢出现一个白光圈啊，禅宗都谈这个的人，你懂什么叫离境？你真的那时候，那个年代我没有这句话了，不过我是觉得很奇怪，后来知道是什么叫离境叛道。你在别的教派里面，坦白讲了，如果你是说那种，南传偏向一些喜欢研究降头灵力的，或者是一些道教的，或者是甚至是，藏传的，一般只是或者喜欢念佛的，或者有点搬咒三昧传下来的，你有这样的想法，我不会怪你，因为你的那个思想的结构。基本上就会容纳这些现象，你要把这种现象当作巩固你信心的途径。当然我刚才讲了，这个巩固是不是正当而且必要的，我们可以再讨论。但毕竟它是一条一个脉络，是你禅宗竟然要靠这种奇奇怪怪的现象来证明你自己有用，我觉得两个字可以讲叫堕落。我讲那个当场还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老师也是很有名的，被誉为真的不能再真了。而且很喜欢用很正义凛然的方法来去破魔斗魔的，所以我这样讲，我在一直想，当一个人哦号称他的宗教有宗派有多么好，这样信众进去那个宗教之后，应该问的是，你进去之后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或者如意跟不如意之间的变化。你有没有一些更强的心脏和态度去应对？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检验的方式，而不是永远是在那边看着我的老师、我的大老师、我的传承老师、我的祖师，每天呢，他的神秘就只会出现在照片里面，或者在 video 里面，或者在一些神神怪怪的东西。我看了之后，我会高潮一下子，我用高潮这个字，对不起。过后呢，没有了，转换了。但你到底是去看戏还是去接受宗教锻炼？那也就是说那个宗教只不过是不断播一些好看的电影让你不断高潮罢了，你实际上问题没有解决到的。你对我就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性格的问题的修改和把控完全没有改变到的，因为它还是这个 level。 这样我们在考虑，我们在有人反思问自己，你这位老师讲的他是有无上大法，他有大圆满大手印，他有传承很多年，他禅宗又这个布利文之，总之所有宗教里面，对，不管是佛家道家基督系列宗教或者是回教什么都好，他讲的那么崇高的东西，有没有从他的行为他的表征跟你自己本身进入之后
有没有你自己的感受或者你自己的觉知有没有改变？如果没有的话，嗯、我用回刚才我的这个不好听不太好的一个比喻，我觉得那个是你的老师让你不断高潮罢了，他没有解决你日常生活问题。应该这样讲，我最近常常这样来分析，就是特别是佛教，佛教把佛法释迦牟尼佛提出分享的方法，他把它比喻为药。可是很多人用了药之后，他可能药的量多了，或者是乱掺那个药，搞到乌里马查的。那照片就是迷幻药吧？所以呢，药用量不对，就变成了毒药，就变成毒。所以这种行为其实是安安符合了马克思对宗教的批评，他说宗教是人类精神鸦片。如果从刚才我们这样分析的话，坦白说，如果我们愿意清醒点来看，有哪一个信徒不是在长期服食宗教是给他的鸦片？他有解决日常问题吗？没有。所以这才是我的问题。我在一直在想，我不会乖拜图腾。我讲的图腾不是卢太长那个啊，就任何 symbol， 就是人类学上的图腾。我不会怪说你会不会迷一个偶像，或者你会不会迷怪力乱神，甚至是你是不是希望有一些奇怪和超广的力量能够拯救你，这是不是问题？我们人活在未知茫然或者是一些不如意中，都有这种希望的。我的问题只是这种对于我们的人性的弱点的第一步，相连接这个手段，碰触之后有没有人啊？什么事？啊，放掉啊，放掉啊！没有，刚才卡了一段时间。啊，是啊 ，OK， 我在哪里开始卡的？我没有注意到，又卡了。我这边听到没有？这边 OK 哦，这里有点。他为什么刚才卡了？嗯，好，我想讲的是，我刚才讲哪里了 ？OK， 我忘记我讲什么了。没有，继续讲，没有 okay， 我那一段 ，OK， 不要紧，我因为我看到，因为我们的这个莲台哦，每一次做这个佛山论剑的时候呢，都有一个粉丝是真佛宗的，常常来这里贴很多就是卢生燕的那些。那么当然我们现在的嘉宾里面呢，就是有两个是前真佛宗，就是已经是真佛宗的离教者。那么根据真佛宗里面一些人的立场呢，我和就是梁哲宗师兄呢，因为离开真佛宗，所以以后应该是会下地狱了，就是根据真佛宗的呢，因为他常常来这里留言呢，所以呢我就让我想起，对哦，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卢胜彦当年的那些放光照片，也就是给大家来就是来观赏一下。然后呢可能就是就是我知道哲宗还有就是少平呢有时候也玩摄影了，然后但是这一个我不能够讲现在的摄影，要讲我以前还是用菲林的那个年代的时候会出现的放光照片，跟现在数码相机或者手机会出现的放光照片是不同形式，科技已经不同了，会影响到你看到的光也是不同的。嗯，OK， 所以就给大家看一看了，就是这一个因为我觉得是需要了，因为这位真佛宗的朋友就这么有诚意的向我们推荐他的师父，我也很有诚意跟他推荐，就是科技还有理性的思维啊。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是这一个照片，就是就是哲宗应该还记得，就是这个是早年的时候呢，卢生燕的第一本的放的书就有放这个，他说他念大悲咒加持的时候呢，有出现那个放光那么哲宗当年你还是有用过飞灵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种的这个现象？看清楚先，这应该是85年的书吧，对不对？这个对对对，最早的那一本，最早的那一本。我看不清楚，不行，这个是麻烦。谢友，你可以放大那个照片。放大，等一下，放大的话呢，我要开去另外一个。这个早，
这个早期很多这种照片的，嗯，很多种状况，还有一些是，还有一些是，就是走逛的照片呢、啊。哎呀，我去了那个网页，那么个照片已经被移除了，这个反而这里的话还看到，等一下，对，反而是被移除了，啊。然后等一下我好，我开多几个出，开多几个出来，就是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你会觉得很荒谬的，就是这些全部是非常简单的那种叫做走光，或者是有遮蔽物走光，对，或者是一些你 mark 住了那个 focus 后，你动的时候景深产生变化的一个问题来，就是你相机的两重镜片内部的测光带来的问题来的，好。好，所以我给大家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看啊，其他的就是右手边下面我看到一张是两个人合照，那他右手下面一条粉红色光，其实太容易了，你只要拿一条绳索动的在你那边就可以做到了，对，我给大家看，你做得更好了。对，我给就是大家看，就是刚才哲中兄所解释了，我给大家就是看一看啊。等一下，哎，少俊，你指导一下呗，你专业了呗，你指导一下大家呗，怎么拍的照片？哎，我突发奇想哦，其实要让这些大部分人注意这种照片有伪造可能，我们其实可以主办一些比赛，如何拍摄这种照片。然后让大家分享他技术，让大家分享他技术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一个，这一个也被《真佛宗》里面的人说啊，卢生燕在不知道什么在十轮法会前加持大众放光，这个不是什么放光，这个根本就是走光，就是普通的，也不是走光，就是那个相机移动啊，就是就会看到这一种，对，就移动就会看到这一种东西。你跟着那个人在走动。你拍附近的那些东西，因为没有动的这么它的速度不一样的话，你就会看到这种飘飞。你的对焦做那个主角，然后你跟着主角差不多一样的速度去移动，对，然后就拍到这种感觉的了，就会拍到这样了啊。所以这种的那些信徒们呢，就是请用，就是请有些时候呢，就问一问一些会摄影的朋友很多时候呢，就是不要就是丢你师父的脸啊。还有其他的，等一下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如果相信信仰或者崇拜膜拜这些照片，他们是想从这个照片获得怎么样的意义跟价值，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可以想然后难道这些意义跟价值可以不通过这个对这个照片的追求就可以追求得到，那如果可以追求到，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这些照片呢？一定要去追求这种神通啊，感应啊，或者灵异照片的，我觉得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在追求这什么样的东西？你想从这照片中得到什么东西？一种安慰呢？一种信仰呢？还是一种暂时的麻醉而已？我觉得我希望包括真佛宗的信徒需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就我们批判这个现象没有分什么宗的，其实任何一个宗哪个教都有这个问题的。是是 是, 是，很可怜很可悲的。宗教这个很久了，这个对，这个也是在书里面出现的啊，这个也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就是刚才哲中兄所讲的，这个是他卢生燕就称这个叫地神涌出光，其实这个你有一条头发啊，有一条什么线啊，在这里的时候，在那个这样子就已经会拍到这种照片了。我感到匪夷所思，他们可以把这种种种的光都提出一个很好的名字。拍到的时候就提出这个是什么光，从地上出来就地神涌现光，从天上下来就是什么天龙，什么天龙下凡光，什么这些，我觉得很有创意啊。没有，就是宗教其实是需要某个程度上的文学创作能力的，真的是。对对对，而且二度创作的。而且卢生燕本身是被蹦其实是被归类为百大作家之一的哈。所以他本对。几百本这样出的哈。这个是什么光啊？这个。啊，看一下，你刚才拍的，我看到什么光？这个，我看到阳光吧，阳光，看不清楚。有一个更好笑的，我在山里面拍的，啊，我在山里面拍的，
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按个标森林啊，可以传去阿公，把它放出来大一点，你就可以看到。精灵，精灵绿色光，我是看到蛮美的，精灵绿光。我是看到蛮美的，我当。他挂我是在这么美，我觉得有时候我看到这，你看这一个啊。这个是也是真佛宗里面的放光照片啊，什么紫莲堂莲花例会上师放光照片，这个很明显，手指嘛，手指在镜头前被那个反光照到了，反回来，就是这样而已。就是我再讲的难听点，说不定是其中我们双手中间的其中一根手指啊，其中一根啊，就是那个要上师中。中指光就是一个中指，那个中指呢被那个光反射啊，有可能是这样啊，然后就被人认为这个就是什么放光啊还是什么。其实这个不只是这个什么莲花立会上师在真佛宗里面卢生燕的我也看过不少的，那其实很多很有可能也是那个手指啊，这么巧的啊，就是在那个镜头前面而已啊。所以这个就没有。又我们又就是因为有一位真佛宗的朋友常常来这里分享，我们也跟他分享啊，就是我觉得好像少平在分享那个照片，我觉得如果你拍到这样一些照片或者是别人拍的照片，你刹那间给那种感觉，哎呀好像有一种启发性，有一种感动，我觉得那个就够了，然后我没有 move on 啊，有了得到从这照片得到一些灵感或者得到启发，得到一些感动， OK move on 我觉得当然不可否认，这个绝对会有。如果你拍到不小心，你拍到一些照片，你看那些灵异的光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感觉也不要去否定它，不，你要去消化它，消融它，消化它，然后 move on， 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这样。不用否定，不用否定说一切都是灵异，都我们不要去理它。说，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反，一般信徒都会对啊，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对对对。你可以从那边得到什么营养跟养分，然后继续往前走，那就 OK 了。我觉得 OK。那么确实呢，在宗教界里面呢，这些灵异现象是什么宗教都有，也算是宗教界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古代的时候呢，没有照相机，所以就没有这一种东西，所以古代的时候一些灵异现象。我觉得依赖是几种的，就是一就是很实际的那一种啊，物质上的那些改变；二呢，一些很主观的人，那些很主观的体验，就是他看到啊什么看到有什么菩萨显灵啊耶稣显灵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就是比较主观的那一种。所以这一个也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在任何的宗教圈里面都有的那个现象，而且在佛教界里面同样的就是。南传的可能比较少，就是说要见什么，因为南传没有相信菩萨啊。那么南传的信仰里面呢，也认为，也给大家知道一下，所以你注意一下，因为刚才有个人，我看到子阳有问一个问题，有一个人问啊，就是为什么佛教徒呢，就是好像学佛过后，有些人学佛过后呢，会开始觉得自己遇到什么灵异事件还是怎么样啊？就好像我刚才就是汉传佛教徒、藏传佛教徒会看到很多。很多机会你会听到，有某个师兄他看到佛，有看到菩萨，看到金刚，看到很多这种东西啊。那么南传有没有呢？不是没有，但是南传呢，因为南传是没有菩萨信仰，对，这么巧他都看不到菩萨。然后第二，南传的佛教徒呢，不认为你是可以跟释迦牟尼佛沟通祈祷，因为他们认为就是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了，它不存在于我们的这个三界轮回里面，你在那边跟他祈祷是没有用的，不是你心里面生出恭敬心，你会有功德，但是他是听不到你的，就是他已经他，所以你会注意到，就是在那个南传里面呢，我们比较少这一种，就是说那个佛陀现身，佛祖现身跟我讲是什么什么什么，南传可能比较多，我们听到就是天人现出现了。那些 Eva 出现，然后跟他不知道讲什么，但是很少会看到，就是说，某个大师修行到什么时候，释迦牟尼佛出现了，然后跟他受怎么样啊？因为南传的信仰已经认为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那个现象上来看呢，就是你的那个信仰原先预设好的信仰，会主宰着你将来有这个灵异体验的时候呢，
啊，你会看到什么东西，当然都是主观体验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佛教徒是必须去反思啊这一个这一样东西了啊，因为在什么就是在假如是在南传佛教徒，比方说听到一些藏传的那些信徒说，哎，我的师父其实是阿难陀的那个转世的化身，然后南传的佛教徒会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呢？因为阿罗汉是不可能再转世的。嗯，这个就是南传佛教的那个什么了。但是啊，你们口口声声却看到啊，你的师父是阿难陀转世，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对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理解一下。那么我想这样讲好了，就是啊，因为好像刚才我们一贯上我们这个节目都是走这个理性路线的啊。那么今天因为是月圆的关系啊，我去允许讲一些不理性的东西，就是啊，你们分享一下你们所遇到，就是个人体验，不是看照片看到，就是真的，就是活生生的时候呢，你有一些什么灵异体验啊，看到啊，听到啊，还是怎么样的啊，就可能就是我知道哲宗以前禅修的时候呢，有禅修他好像要看到一些东西了啊。我知道哲宗有这种，没有叫少平少、啊、跟陈老讲讲什么，就是灵异现象，就是自己的那个灵异现象的体验。所以我们不否定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们是以理性来谈，但是我们也会说，哎，主观体验上我们确实是有啊，我们也不会避忌，所以就是 share up， 你有没有本身有没有一些所谓的灵异体验，不管是见鬼也好，见菩萨或者见本尊还是怎么样？我讲到比较物质化，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摸得到、嗅得到，然后喝得到的，啊、就是这是我跟少平分享过的，就是那个我邻居七楼那个基督教徒，然后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印度人了、啊。然后他的有一天，他的圣母像跟耶稣的像都，圣母是流是血泪啊，流很多的血啊。然后流蜜糖，耶稣的手是流出蜜糖，然后流出一些类似香水，好像甘露这样的香水的东西。所以三个东西，我也去他家里面去所谓的考察去看，然后很多人涌现，这个在Star报纸里面都有，新报都有。刊登了、啊，然后应该是梵蒂冈有派人来去检验、去化验的，去拿那个血，所以这个现象很奇怪。然后他是这样，有时候是流血的话，那个圣母像是很可怕的，全部满手都是血。然后停了一阵子之后，还又流蜜糖，然后又流出那个香水，然后他就把那个血啊，蜜糖啊，跟那个香的很香那个水，就装成那罐子，用棉花。装成罐子拿回去给信徒做加持，然后我有去他的房间，因为他那个墙壁圣母像的背后的一个是像，一个是就是立像了、啊，就是雕塑的像，一个是挂在墙上的，所以我看不到有任何的机关或者是什么，因为我有仔细看一下，所以这个家是很奇怪。然后去年的时候，这个家就被烧了，然后被烧了。整个家都烧毁，只有这个圣母像跟那个耶稣像没有被烧毁，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小小的奇迹了、所以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也应该用科学化的方法去检验跟解释。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用科学方式去解释得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它的蜜糖它有分给我们喝，拿回来给你可以喝。蜜糖是就是纯粹的蜜糖啊。就是跟蜜糖的味道没有什么分别，完全一样，香味跟味道完全一样的。然后 OK 啊，然后他那个耶稣那个棺，对不对？他们去不懂太拿来去耶路撒冷的是哪里买来，放了棺在那个一个盆子里面，那个耶稣棺也会吐那个蜜糖在周围。就是 OK。所以你要蜜糖的话，你去那边取就可以了。我想问 BI 的话。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个现象，天主教他们是相信有这样的神迹，对不对？基督教会不会是反对这样的现象呢？传统基督教，基督教好像比较没有听到有这样的事情啊，啊比较没有听到、比较不一样啊。我觉得天主教会比较多，就是所谓这种灵异现象啊。基督教可能普遍上基督徒是比较不去理。就算有知道有什么灵异，就叫牧师来处理就好了，这样，然后就自己不要去理这样，所以就你不要少这样的魔鬼的化现吗？有些人会这样认为吗？
如果是分辨不清、哦、他们通常就是不理啦，就叫牧师来处理就好、哦、牧师也是可是牧师也不是每一个牧师都能处理这些事情，因为也是要有就是说恩赐啦，因为刚找到因为今天的要讲的话题、哦、就讲要、关系到通灵嘛、哦嗯、然后就我就去特地去找那个圣经圣经啊、哦、然后就翻到因为突然间有一个灵感就是要找到一个叫圣灵的恩赐，它里面就有讲特意去翻的，不是我今天因为我听到今天要讲的这个呆的之后、啊、我就突然间有一个灵感说要找出来这个圣灵的恩赐，因为讲通灵的话、嗯、基督徒呢关于通灵呢就是也是有讲到通灵，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关于圣灵的 Holy Spirit、嗯啊、圣灵的恩赐的话他会就是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他、里面就有讲说圣灵会给每个人不同的 gift、啊、恩赐，所以就是好像牧师也是一样，就是说不是每一位牧师都是能去通就是能去处理灵异，因为牧师也有牧师不同的他们的不同的 gift 通的灵、就是通灵的能力不同的啦啊，能力不同不一样，都有 gift 的牧师才可以去处理这种灵异的，好像也不是每一位牧师都可以去驱魔的，必须有、哦 okay, 啊、有驱魔的那个灵力才能去做驱魔，还要做一定的训练是吧、也不是说训练就会，就是说它是 gift 来的，就是你有这个能力你就能去做，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是不可以去做，你就好交给其他的同工这样子。个人的这个恩赐不同，在这边就讲到不同的恩赐，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哦，刚刚我们一直在讲说要有智慧跟有知识哦，我这边就有看到他说圣灵的这个恩赐哦，他第一边他就说这个是第十二章的第七节那边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他第一条就讲智慧跟知识，所以就说在基督教里面也是认为说信仰你也要有就是很高的智慧跟你要有知识，然后后面才讲说行异能啊医病啊辨别诸灵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那些能力在那边，就是他就说这一切都是圣灵所运行，就是按照个人的每个人不一样的咯，这样子咯，OK， 其实我刚才为什么我要提哲中兄呢，因为是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还有认识另外我的一位朋友就是李明杰也很多年、当年是这样啊，就是李明杰就是念那个大悲咒水，然后念那个 水那个水就是也变了一个东西，就是变了好像酒的味道对不对，是变成酒啊，不如你讲就是你讲变成酒，他大概这个然后怎么样，他时候他搬家他就念大悲咒水去做洒净，那念完之后他睡觉起来之后就他那一盆大悲咒水呢就变成酒的味道，有酒，那他就给了一瓶我，那后来不久后我祖母就是生病的时候我就给他喝，你知道我们的想法就是这种有点神秘的啊，有神秘的水可能可以帮到他吧，我记得我那时候给祖母喝这一杯水的时候，他是被他骂的，他讲我现在病为什么你还给我酒喝，他是喝到酒来的、当然那个水是变成酒是第一个，可是那个水变成酒的那杯水有没有治好我祖母命的病呢，没有，他只是变成酒罢了，所以要搞清楚就是就算是有神力把某种物质进行改变，不代表那件物件可以达到你要的那个目标的。那个水不一定带来，可能你想要可以来驱邪啊，可以来改变一些命运东西，可能另一回事来的。所以，对于这种生物或者是一种灵异现象，一定要有逻辑思考。逻辑最重要的东西是，你要把每一个过程
A 带来 B， B 带来 C， 都要连接得很紧密，不要跳。嗯，宗教信徒无论是什么宗教，最大问题就是他中间整个推理过程他丢掉，丢了之后他只跟你讲那个后果、那个结果，然后把那结果无限的渲染、然后那个渲染方法是什么呢？十间 case 里面哪一间成功的就渲染，所以大家就有共情和呼应现象，然后大家会变成一个骗局了咯。我自己试过的，我是在那边念周，我不怕讲，是因为真的没有什么改变的。我是看到那杯水，那四周是密封的，有这个冷气的。我是看到那水，我念的时候，那水这样转，不自转动的。但是我心里没有什么，我说，哎，怎么会转的？我就继续念了。对，我可能补充给就是线上的那些好奇的朋友啊，我没有记错的话，哲宗兄当时是念着大白伞盖母，大白伞盖是另外一个，这个是大悲咒，是另外一个啊，这个也是大悲咒、啊、哦，所以大白伞盖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另外一个故事，等一下你讲，对，我是想讲的就是，是我们都我们都经历过一些很奇怪的状况。而那个状况是奇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找到，我们还没有方法去解释它。OK， 还没有办法解释它，所以没办法解释它，我不会否定它，但我们也不需要，因为没办法解释，去把它放一个很高的共鸣去骗自己。我们只说还有一些我们解释不了。第一个这个思想，第二个记得，就算有任何奇现象改变，要问一下你自己，你那时候想要解决问题有没有解决到？绝大部分是没有解决到的。嗯，你想医病，想重病的人能够起死回生，或者是避免灾难，一般上你是要有灾难就有灾难的。而且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宗教徒一般想要通过宗教获得的那种心灵的安慰，那安慰其实相对于什么呢？他觉得生活中有些不安定，有些不肯定。或生命的临终怎么办？死后世界怎么办？他有很多恐惧、焦虑。嗯，一般这种心理状态，如果我们只是迷恋于这种神力，你永远没办法消除这种状态的。是。那也就是你其实只不过是当做你只不过是把这个你是转移目标，然后不小心的帮这个教派做了他的粉丝，成就了他，但你自己是被牺牲的。所以追根究底，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你喜欢什么 symbol， 你喜欢什么图腾、什么图像、什么本尊，重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通过他带出来的交易和我们的实行、我们的实践，使我们应对人生或者我们的人生观、宇宙观和社会观有所改变。讲到明，其实就是离苦得乐，离苦得乐不是我们从此没有灾难。而是灾难来的时候，我们应对心脏会比之前更稳，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很多人是偷换概念，没有灾难，你真的以为人能够通过念力能够改变风云吗？那开玩笑啦！你看回地球那个图，人的比例，你看到了，这个太过分了。这个有时吹得过大的话，你真的只有靠迷信来做一个封闭系统，自己骗自己罢了。所以我要强调一点就是，不管是放光，不管是那个图像流蜜糖、流血、变酒、变什么都好，或者你看到任何东西，甚至不是看到，你还是触摸到，你至少视觉、听觉跟这个触觉三个这个器官同时起作用，但那个奇迹的现象最后只留于你感受到的那一刻，它对你本来应该要有消除那个目的。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清醒之后你就知道 OK， 这是个过程，你可能觉得这个过程暂时没办法解决，你也不需要高捧它，然后继续，既然你选了这个宗教，你应该跟这个宗教有缘投缘，你就应该往这个宗教的那个学理和他修行方法那边去实践，然后呢再把看看自己能不能在自己人生里面做出一些改变，只有到这个阶段我们还讲这一个路程对人生是有价值意义的，如果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我们只不过是通过一个取巧，希望一个很大的能够被依赖去解决我们本来就要解决人生很现实的问题，生老病死问题这样罢了。
是没有意义的，是很对。我是一次，我不能跟你讲过阿公。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家里一个朋友就碰到一些灵异的事情。他说一个女的啊，女的灵魂就干扰那个人的妹妹。我在电话里面呢，就那是1991年吧，应该是我在电话里面就跟他讲你要怎么去处理。我在讲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当时我记得我还看着羽球赛，世界羽球锦标赛，那时候是混双，朴柱凤皇帝对跟谁合作，对另一对丹麦队的，我看得过有看着，我就这样讲。那我在家里的中央将教他怎么去处理的时候，我真的前门跟后门出很多蟑螂出来，爬就出来，啪啪很多，然后在我面前飞舞。很有画面感了，真的是飞舞，这不是电影我讲，我那个时候是拍飞舞的话，我其实我都奇怪，我说我不是去怕的嘛，我是火滚，我说你玩什么？你在这面前玩东西啊？我就当时就用了一个，你知道就是啊，密宗有一个咒音一个字的啊，很凶的念出来，对住那个方向就举个手音刺过去。我也看着那团飞舞的蟑螂，噗，全部倒下来，散走了。Okay. 看着他走了，然后过完过后呢，我也没有跟我那时候我没有跟我朋友讲，我只是说懂了没有？然后呢，关电话继续看球。OK， 我试过这种状况又怎么样？嗯，然后对我人生的选择，当时生活的状态，或者我对这个宗教的理解。或者灵性上的修为没有改变呢、啊、只是那一刻有了现象、嗯、所以记得我们宗教徒最喜欢现象归纳，所以我们就要把现象归于现象，现象跟本质永远记得它分开，中间还有一个是教理跟研习，这两条线一定要拉下去，因为只有教理的理解跟研习之间这两条路能做得好，我们才可能改变我们自己对这个生命的认知，对于各种现象的认知、okay. 这才有真正得着，要不然的话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只是不断的吃鸦片，像我们这种人很恐怖的嘛，因为很多人其实他没有吃过鸦片的嘛，就是他永远是看照片看图片听人讲，每个人讲鬼故事讲听人讲，对不对？或者每个人讲师傅很强都是听人讲的嘛、mm-hmm. 听人讲对我们的信心来讲还是各一层的，我们这里几位真的我们不是听人讲，我们亲自试过，而且这些现象是物质的，所以原则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是比他们更危险。如果我们硬直接贴进去，就完全相信拥抱，然后不解释，我们那一刻开始其实不是获得任何佛法的这个帮助，也不是获得什么神光荣光的照耀，我们即刻将一个药是成了鸦片毒药。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堕落，不用谈了。当然如果我们的方向不是要解脱，不是想去获得灵性提升，我们是想要去能够每天有个很多好戏看的过生活，或者变成了灵异大师，这样另当别论，那个不是佛教立场啊，对，我的立场大概这样子。我没有，只是好奇一下，刚才你说念一个密宗的那个字，那个咒是一个字的，你是讲是经，你是经轮还是什么？不是问另外啊，另外了，另外了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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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好，那么就刚才哲中兄所提出的，就是现象归于现象，就是那个事实归于事实，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也跟一些现佛教徒可能也提出这一个同样的这个挑战啊，就是也让大家去反思了，就是我也看过不少的一些。佛教徒呢就会展示一些照片，就是可能他们传承里面呢某个大师就在死亡的时候他的身体缩小了啊，或者是一些奇迹啊，一些什么彩虹光出现啊烧出了舍利子啊，还是之类的，然后就说、啊、这个师父的那个修正是真的，所以就变成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跟着修啊，以后就可以成佛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我在我反而就是我的看法，可能等一下听听你们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说，假如你的师父就是用他的方法来修，然后死了之后烧出一些东西，假如用回就是很就是回归现象的那个说法，就是可能你跟着修以后也会烧出东西。
就只是烧东西而已，烧了之后会烧出一些东西 ，OK？ 或者呢，因为有些人有问过我，他说：“哎，这个密宗呢，他们修到那个很小啊，就是那个在藏传他们有讲的那个红光身，中等级，其中一个等级身体缩得很小，那么那个照片也拍得出来，有些也拍得出来，就是可能是一个五六折高的人呢，可能缩到就是可能一个手这么高，啊，看起来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啊，就是身体上跟你可以缩得这么小。”所以呢，很多佛教徒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结论就是跳跃了，就是所以证明呢，我们的这个佛法就可以成佛了。其实，比如一个科学家来看的话，就是说证明呢，你们这个修法到死的时候身体可以缩小，嗯，这就是一个很他不会否认这个现象，因为你身体真的缩小，我就说哎，证明了这个人的修行呢，他最后的时候身体会缩小。那么除此以外呢，你说缩小了过后他成佛，那么啊。拜托，从科学的角度，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验证什么东西是佛，我们只可以看到那个物质上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这个也不代表我们否定了就是成佛的存在啊。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呢，就是佛教徒是不是因为看到你的师父，因为他修行有了这种现象出现了，这个就代表就是哎，这条路对了吗？是不是代表就是你只要跟着做，永远就不会错吗？啊，我觉得假如你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话，可能这个是要你没有什么危机感，就是总而言之，我就跟我的师父这样子做了，最后的时候我的身体一定会缩小，也会成佛了。所以有这种信仰呢，我反而觉得是危险的，我反而觉得这个东西危险啊。所以其实就是我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就是。佛教徒他当他跟我讲了他是什么师父死的时候身体什么很柔软啊，他们讲得很兴奋，但是问起我感觉就是没有，就是死了之后身体很柔软，就是这样而已。啊，那么真的很值得追求，就是我死了过后我的身体要很柔软吗？其实现在的我呢，我会想其实我死了过后我可能真的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么到底我的身体柔软还是僵硬真的这么重要吗？那么是不是身体没有缩小就表示那个人没有成就呢？是不是没有舍利子就表示那个人没有正道呢？假如你们有看经典的话，线上的朋友有看经典的话，就是有经典里面有记录过，有些阿罗汉死的时候是没有舍利子的，烧的时候没有舍利子，有些阿罗汉死的时候身体也会很痛的啊。那么也给大家知道啊，释迦牟尼佛死的时候是因为食物中毒啊而死的。啊，所以这个没有身体缩得很小，没有化成一道红光而不见了，那么是不是代表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成就不如这些后期的祖师呢？这个其实佛教徒是需要去就是反思的。那么我也知道，就是整位是在也是在藏传的圈子，所以你对于这一类的，就是说所以这种死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迹象你本身有怎么样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在这个宗教信仰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目标跟那个过程要放得很清楚啊。在灵性成长，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都好，包括修密宗的、修密法的人，我觉得你的路途、你的目标是要往成佛也好、解脱证悟都好，那些所谓的奇迹啊、什么放生啊、身体缩小啦、彩虹身啊这些东西，是你这一路途中，比如讲你要七宝，你在路途中看见了很多美丽的风景，高山流水，看很大的彩虹出现，我觉得那个只是路途过程当中那些美丽的风景，不要卡住在那风景上面，风景可以给你一些惊喜、一些感动、一些启发，但你还是要 move on， 就是说你不要忘记你的目标是要去怡保就对了，然后不要停留下来，因为这个是风景太美丽了，沿途的风景太美丽，然后停下来看这风景，忘记了你的路途，你还是要上路的。我觉得这个过程不管是见光见影也好，看到佛乃至跟佛讲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他过去吧，让他来，让他来就让他来，不要拒绝他，留就让他留，那走就让他走吧。这个就是老罗巴讲的东西，这个是最高的口诀哦，就是你 open to everything 吧，你不用执着任何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修行的要点，而不是那些见光见影啊什么怪异的现象是崇拜。对，最高你不要通过你追求的是无相无色的东西，不要因为这有相有色的东西卡住了你停顿在这个地方，这个这样的话就是大大的不幸，你卡在路程当中忘记了你要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就是
修行的一种失败。嗯嗯，见解是这样。对，这个就是就是假如是依循为刚才大家所讨论的，假如这个人看了这些东西过后，他的那个突然间啊，我这样讲好，有一些灵异现象，我倒会赞同的。就举个例子啊，有历史上不少的一些祖师呢，就是他觉得自己的那个脑袋不是很灵光。然后呢，他就去修，然后就求一个菩萨啊，求，求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汉传也有，在日本的那些已经古代的祖师也在藏传也有很多这种，就是他求到最后的时候呢，菩萨现身之后呢，就弄了一些东西啊。举个例子呢，就有一些就可能给他喝了一些东西，就他看到菩萨给他喝了一些东西，然后有一些就看到那个好像日本有一个祖师呢，就是。他的脑袋不是很灵光，所以他就一直求那个不动明王，然后最后不动明王就先生拿了把刀，就一那个剑就插他的那个心，一插的时候呢，就啊，他的心腹不知道什么状态，然后还有不少的汉传也有了。那么，然后第二天从此过后啊，根据那个记载就是这样讲，我现在没有办法去 fact check 这个东西了。根据他们的那个记录，就是这些祖师呢之后就看了那个叫做什么他变得很厉害了，他变得深入经藏，变得就是很会就是讲经，变得看得很亮。那么对于这一种呢，就是起码我看到是一个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利益。那么这个利益当然不是说自己自私，他也是就是帮忙那些他的信徒，帮忙佛教徒呢去更明白那些佛教的那个经典。那么这一种的灵异我可以接受，我会觉得假如是那个灵异现象让那个人呢就是他的智慧大开，让他的慈悲心大大的增长的话，那么我倒觉得这个起码有一些东西实际的东西，而不是虚无缥缈，就是我看到光很美，我看到那个法力很强，还是但是你实际上没有什么改变的话，就觉得就有很大的留白。我赞成哲刚才所讲的，就你在你有神通、有灵异现象或者感应体验都好，你能够解决多少现实的问题？比如讲，我们拿现在来说，我们现在面对 COVID-19 的肆虐嘛，全世界都在面对这个新冠肺炎的这疫情的影响。对你有没有那个？你有没有用这个灵异现象或者灵异的能力来解决到人类目前最面对的最大的恐慌跟危机？有没有？到目前我一直老实说是没有啊。然后另外一个例子，马来西亚 MS370 是不见了啦。OK， 也是一个很奇异的现象啊。那有没有人用他灵异的能力来让我们知道说 MS370 在哪里啊？我问过一个所谓出名的一个大堪布了。他说有神通的话，我不见这些有神通人出来讲 MS370 在哪里啊。可见有神通的能力，要不是他们不敢讲，不可能是不敢讲或者不能讲，就是有这些人非常非常少，少到几乎是没有，所以没有人会出来解释这个谜团。所以由此可见，我说现实层面的人还是要面对现实的问题。OK。他们会告诉你说这是工业，工业是没有办法用神通来解决的，对不对？天气的泄露，没有。其实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啦。像哲中刚才所讲的东西，那我曾经在槟城拍摄的时候，我住进一间酒店，然后住进一间酒店的时候，那时候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迷迷糊糊当中就有一个女的。站在我的床边那边，然后头低低的，然后我就下意识里面就拿了我一个东西，我就这样子扫一扫，然后他就不见了。那不见了，然后我就待在我的那个景箱咯。然后隔天我醒来的时候，那个箱还在那个床头那边，我并没有拿过，所以我很肯定那个可能是做梦。我就有打电话跟他讲说昨晚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咯。OK， 然后之后就我说啊，如果能够你就帮我祷告什么什么，然后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跟他真的讲。然后隔了一天，他又再出现了，这次他是飞来飞去，晚上出现，也是在三四点那迷迷糊糊，他就好像就出现了。然后我这一次是怎么样？我用枕头跟他打，他不见了。OK， 那第三天之后，我就下去酒店了。我下去酒店，我就问那个 counter 那边，我说：“几号几楼几号房，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看着我，看看他的同事，我说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他说我直接告诉我没有问题的，我 OK 的。然后说他就跟那同事打眼色，然后我说是不是里面有三个东西？跟他说就是三个了，那个阿飘。然后他们才讲几个月前那边是有三个人被打死了。被打死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他问我这样你要不要换房，那我说没有关系，我 OK 的。然后 OK，我说就算你换房换上去上面，如果他真的是他也是可以到处走嘛，对不对？那我先上去之后，上去之后我就跟他说OK， 我是过来这边拍戏，我过来这边拍戏，你们可以到处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去干扰我就好了。那我是说为什么我讲这个事情，就是我当时的因为这个事情我的内心并没有恐惧。并没有恐惧，由这个事情之后我发现当我没有恐惧的时候它不再出现了，我就住了三个礼拜都没有事情。所以往往说你刚才所讲的什么神通什么灵异，问题是这个东西就好像麻醉药让你说，哦，你得到这个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信托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停留在那边，你并没有在成长。就好像刚才哲通说讲，如果你在这方面没有成长的话呢，你永远就停留在那个恐惧，我需要依靠某个神通力来扶持自己，然后你自己并没有成长到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环节。再来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该知道讲到那个放生那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尤其是中国他们放生之后丢了那个鱼过去，然后那个鱼不是游回过来的，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视频？ OK， 很多人不了解，其实如果你去那个鱼店买鱼回来的时候，通常我们做是怎么样的动作？你在那个纸袋里面，你不会一下子倒进那个鱼缸里面的，因为是水温的问题啊。OK， 那你放在里面给它水温 OK 了 ，balance 你放进去，它就 OK 了。那如果是说你把那个鱼在那个你买了一大堆鱼之后，它就是在那个水温比较温的，你一下子丢进湖里面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来的，那个水源往上不一样，所以一些鱼在跳，哇，他们在感动啊，在谢谢我们啊，鱼会过来给我们吃，再丢他过去，又再过来，你们看，再丢过去，又再游回过来，他在痛苦当中，所以他们就哎呀，阿弥陀佛，这种迷失，他们没有人去解剖这个问题啊，这真的是很可笑的一个东西来的，真的，啊，你大动物啊。那个刚才阿公讲那个实际利益哦，我记得我有个朋友，这个我不是吉祥观音观神哦，他大概是那时候是中四吧，他就问有什么佛教什么咒语可以开智慧，你说那时候我也对佛教智慧跟一般的智能也不大清楚的，我就选了文殊菩萨咒给他念，他念了之后哦，他后来很多年后才跟我讲说。他是很努力的念这个咒语之后，因为佛教里面讲开智慧，这个不是菩萨。他说他也自己事后才发现到的，就是他以前很努力读书，可是怎么读都记不到，或者是他理解了，可是记不住名词，记不出方程式。很多时候人是奇怪的，有些记忆力特别好的，他的理解力很差的；有些理解力很好，记忆力很差的，他是两个都差。他说念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到。他看书讲奇怪，如果我开一篇我记得了的，而且我能理解我还能够穿动理解我，所以他那个时候成绩是从一个比较偏僻漠西往上冲到前面， okay. 一直到最后是高等高材生毕业的。Okay. 我想讲的是，我不是鼓励任何一种迷信或者迷失东西，我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实质的例子，像这种功夫至少对他人生有帮助的嘛。不过有个前提，我发现有个前提就是，不管你是用什么宗教，特别是我们讲天堂佛教，只要我们是愿意投入精神去锻炼，一定有能力一种性能力出来的。很多人没有能力，我跟你讲，应该他懒惰，没有理由的。他懒惰，他心思很散。就是在需要念修止观的时候，他想义理，想东想西。需要修义理的时候呢，可能是这样，哎呀，心里惭愧，我没有实修，一直颠倒了。当然对外他不会讲的，不老实嘛。他就会跟你讲什么佛教不讲神通，其实佛教是真心不上神通，不是不讲神通，不上是不推崇，因为
纯粹只因为神佛教讲的六个神通里面，前面五种神通全部是我们的感官被我们讲所谓的六识七识控制的，被我识控制的那六个器官，那六个接触世界器官扩大提升，扩大提升之后，它使得我值更强，使得我们看的东西越烦越烦躁，但烦恼始终没有办法漏尽的。只有第六个通，明显来讲，那不叫神通，第六个才是佛教追求的。所以呢，他说不推崇，但他没有否定。可是后世很多法师呢，就不懂为什么断章取义，他讲什么呢？我们不去谈，一谈神通就不是佛教，或者不是真信。我讲这个是这种老师，真的是自误误人的。不上是因为，只要我讲真的，只要你我们啊这种不能理啊，只要我们任何一个人愿意对我们给老师给我们的功课，真的下功夫去念，一段时间中一定会出现神通的。嗯，一定没有例外的，没有神通一定是偷懒，没有说不练，没有说怎么讲啊。你的业力啊，什么业力业障啊，不要被这种句子骗到，懒惰就懒惰成人啊。当然，懒惰是业力嘛。如果要这样讲，我觉得认同。所以一定有的，只是看什么地方出现罢了。想到记忆力可能会增强，理解力是更强，都有的，很具体的到很虚幻都有的。所以重点不是在于有没有神通，因为特别是汉传很多老师，鄙视神通。可是自己本身如果看到神通传说的时候，私底下是很羡慕的，何必再自己骗自己。我们真当把它放在什么位置，它是我们身体锻炼过程中自然会有的状况，但它有的状况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它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想进入这个宗教想要解决最后的那个问题，最终极问题，只要放清楚就好了。那刚才雪拉所讲的，你要去冰城中间怡保非常过瘾，我们不能流连忘返就可以了吧。所以要搞清楚真心不赏神通跟真心不讲神通不敢面对神通不同的。总而言之，你越坦然你去面对它，你敢讲去分析，减少神秘感，反而神通影响我们的几率才低的。因为毕竟坦白讲，不然我们也知道神通的东西是它是能让我们一些惊喜，有些很奇怪的感觉，或者解决某些问题。但当面对神通有没有办法帮到我们的时候，即刻把自己跳回来，回顾人类历史，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从原始到初步结社，到进入现代文明，所有制度的建设、价值建设，所以使到越来越多人能够获得自由。尊严，改善生活更加便利。请问这些创设有哪个是神通弄出来的？整个人类历史的改变，当然血泪我不羡慕看，创造层面的，奠定我们今天还可以在这里呢。通过大家不同地方都还可以在讨论佛教、讨论灵异的那一个贡献来自什么？不是我们所谓讲的神通，是人集中精神的钻研。只要我们更懂得更多，理解更多神通的局限。出现有多大 多强那也不过是出现而已，不用排斥它，也不用告讽它。就好像努力减肥的人怎么样减都减到肥的，对不对？减不到一定是有病或者是不努力，连肌肉都可以通过锻炼带来这样的伸缩，何况我们身体其他部分怎么可能没有这个那个能力，一定有的。什么六块腹肌是练出来的，功夫也是练出来的，但佛教要追求那可是呢，可以练出来功夫，还刚才阿公讲的，比如说红光身体缩小，什么都好，这些我这样界定，这些都是功夫，你修某个功夫就有这个效果。但凡是功夫，在佛的里面还是什么？还是属于生灭法，它还是有生有灭的。佛教要追求那个是不生不灭。虽然有很多时候会共同重叠，因为重叠面很高，但毕竟还有一段很大距离的。只是很多人呢，把这个重叠混淆当作等同，然后呢，自己本身可能又加上不敢面对，不想去用科学方法去分析，就变成了自己骗自己。所以这个才是问题，最后不是神通问题，是我们对神通的认知
和判断，如何通过神通的进一步提升或者被锁住，那个才是最后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OK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们讲一些怎么讲，就是说要所谓要做一个总结了。不过我今天我就突发奇想要做，我觉得大家做了一个那个总结呢，就是不是要提要给什么建议还是怎么样，不如我们提就是我们最担忧的是什么。这种不管这种现象，就是佛当那些佛教徒也好，宗教信徒也好呢，当他们开始被这些灵异现象吸引到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就是不需要讲得太长，就是短一点的，就是我们最担忧这些看到这种灵异现象而沉迷在里面的时候呢，接下来他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些不好，或者会有什么的怎么样的那些破坏或者损坏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样来谈。或者我们就是可以特别一点，就是整位呢，你就是这一类的人，假如是很容易轻易的相信这些灵异现象啊，一个照片啊，好像一个 P 图的照片，他也相信的话你觉得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最大的危机和伤害，对对对 对他的社群会有怎么样的破坏啊，还是伤害啊，还是损坏啊？还是刚才我所讲，他们会流连忘返，就是。看到了过程路途风景呢很美丽，然后忘记了他们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有一个禅师讲的很有道理了，应该是一行禅师，他说最大的奇迹不是在天上飞了，是在地上一步一脚印的用正念来走路。我觉得这个是他说这个是最大的奇迹。如果你说奇迹会放光，萤火虫也会放光啊。如果奇迹是在天上飞，鸟也在天上飞，然后你要变成鸟，你要变成萤火虫吗？这是必须要思考的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个东西是说，这些体验呢、啊，这些体验大大小小的灵异体验啊，神通也好，什么大小深浅真假，我觉得这个可以用科学思维、理性思维去考量跟去验证了、啊。不过很多人把 physics 跟 metaphysics 搞混了。即便是真的有神通，有这个物理现象，比如身体缩小啦，会放光啊，会什么之类的，那毕竟也只是 physics 了，那不是 metaphysics、不是那种我们灵追求的灵性市场，不是这个东西。这个灵异偶尔，这两个灵异偶尔会有交替跟重叠，可是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有层次上的这个差别。那你有很多的体验不重要，你忘记了体验者是谁，那个才是危机。体验你很多种体验嘛，可是你不知道那个体验者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禅宗讲的本来面目或者自信风光之类的东西，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要回光返照，不是那种我们讲回光返照是人死的时候突然间，我指的回光返照是禅宗的用词，指的是说你回过头来看自己能体验到这个人是谁，这个才是灵性成长跟佛法修持的主要的核心跟目标，而不是那种过程中的再美丽的风景也好，你必须要放下，然后往前走。这是我觉得。Okay. 好，那么少平呢？你觉得就是，假如就是身边的那些朋友，假如是看到这一种所谓的灵异现象，就会很兴奋啊，会好像一早上当传福音这样子传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是觉得最大的隐忧就是那个人他停止在成长了。他完全依赖这种事情的时候，他是就完全就是以这个为借口，我不需要说。下更多的功夫来让自己成长这方面，因为他知道如果一旦我成长的时候啊，就好像该啊哲宗所讲的，我们修行就是要说啊，就是不生不灭嘛，那不生不灭那个状况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了那个自我，他的下意识里面其实就很恐惧我这个自我会没有掉，所以他宁愿把这个东西寄托在灵异上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危险的。那佛教来说，就是我们要回到就是那个核心。那如果你不能够，你不愿意往里面再探索的话，你就会依赖于外在那种人的现象，这个是最危险的。Okay. 我个人认为，对。OK， 那么BI 呢？假如是用就或者就用可能基督教的那个立场，就是假如有一些信徒就是会耽误很多时间在这种灵异现象上面的时候呢，你觉得最大的那个隐忧是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就刚才我讲的那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圣灵的那个恩赐的时候哦，他就讲通灵的嘛，就是通圣灵啦，但是他后面哦，就是说十二章之后他就开始讲说
即使你能够通灵，即使你能够跟天使沟通，能够讲天使的语言，但是就是说 你有各种各样的异能或者是 灵通力都好，但是如果你不能造就自己也不能造就别人，你没有爱，后面他就讲爱了，你没有爱就是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枉然的，都是没有用的。那么其实最大的隐忧就是说，如果人们吼就是跳进去这个灵通的这个场里面去玩的话来讲吼，第一他会制造更大的更多的恐惧害怕嘛，然后就一直搅在灵通力里面咯。然后第二的话可能就是像啊刚才少平讲的这样，就是说因为害怕失去自我，其实这也是造成了会变成是没有爱没有慈悲，就是说只是专注在小我的一种贪念啊，贪念就是可能觉得说如果是我能通灵啊，或者是我有一些灵异的这样子的话，我就比较有 power 一点。贪恋这种的时候其实就会造成我们应该更能够发展的这个灵性原本的那个样子，原本应该有的那个样子，就是拥有一个慈悲拥有爱的这样的一个样子，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没有办法发展出来，这个是最大的隐忧。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是后面就是在讲爱，就在讲爱的那个重要性，就在讲造就自己跟造就别人的那个重要性。如果没有了爱，一切都没有意义的。OK， 所以这边我就听到就是说就跟那些沉浸在那个那些通灵啊灵异现象的那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非常的精彩，可能觉得很有力量还是怎么样，但是呢假如是的角度呢，但是你没有回归到就是人格上你变成了一个怎么就是所以因为人格是某个程度上来讲是好像很闷，好像没有什么精彩的，就是他拍成电影不是一个卖座的电影就是你要拍呢就是 X-Men 啊，就是 Marvel 那些能够就是有 Power 那种特异功能 Power 就好，但是另外的那一个呢就全部是内心戏的啊，那么那种呢那种就他可能不是很卖座啊，当然就是他可能会拿奥斯卡奖啊就是可能内心的那些他人格上的那个变化，他变得更成熟，变得就是更能够就是为这个世界有那个贡献，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变成好像对那些喜欢灵异现象的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啊，反而这个那种神奇力量是比较特别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所有宗教信徒的去反思的啊。那么可能最后就是可能折中就是简短的就是讲一讲，就是说你觉得那个对要简短，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再讲就到十一点了 OK， 所以简短的讲一讲就是说你觉得就是你认为你最担心的隐忧是什么，就是我是担心就是这些人活在假象里面，然后失去一个实质人生。因为刚才我提到的，通过正当的修习，一定出神通，不会不出的。可是还有一个现象，我发现到也会出神通的，就是有些人，他现实中被人看不起，有些不如意，会经过很大羞辱，他觉得这个人间没有人，这个社会没有人认同他。而这种人呢，刚好他如果这种人的性格，他喜欢幻想，或者他自己有一点自我的认同又很高，或者是相当的倔强，一般上这种人就会出神通的。出了神通之后，他会获得这种额外而独特权利来重新认证自己，这是一种绝对权利的，因为别人没有他有嘛。然后从这种迂回的方法去追寻别人的认同，他其实。如果按照佛教来讲，它是一种有带有点点贬值的我执，就是它不止没有解脱，它锁得更紧，但它每一刻都觉得它是在不断的在解脱，它不断解决人的问题。事实上，它只是四处转，它视野只看到转动的视野，它没有 move on。不过这一切它都觉得合理的，因为毕竟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不是你自己知道，不是你说我们自知道自己做错还要做，很少人做到这点的。
好多错事都是我们觉得自己做东西绝对正当，没有问题，缺乏反思，然后呢，危害世界，通常是这种人。当然，宗教信徒神通不会当，效果不会这样大的，他只不过会害了自己跟关心自己人，这样不了。嗯。OK，OK， 好，所以今天的这个分享呢，也就是我们就告一段落了。希望线上的朋友呢，就是看这一期我们这个讨论呢，也希望大家分享啊，特别是分享去啊之前那位师父的那些信徒讲的朋友啊、网友啊，分享给他看一看。啊，还有那个真佛众的，然后你有朋友是真佛众呢，也不妨分享啊，因为我们这边就有。评论这个就是他师父几十年前的那些放光照片啊，也分享出去，就是我们无人欢迎。那么他们要批判或者跟我要跟我们宣战啊，还是要辩论啊，无人欢迎啊。所以啊，大家可以就是分享点赞啊，也希望就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啊。所以今天这个分享呢就到此为止啊，非常谢谢大家，好好。晚安，中秋快乐，圆满，中秋快乐，中秋快乐。